绝对有梦想的店家来，绝对的正义。我想不到哎、欸，吓到吧？你看，真的很正式来，怎么那么正式？都是粉丝委托的。白痴，我没带摄影机。好，我只能讲，就是我是真的是碰巧度过。我爸今天开幕，人家做生意哦，开幕，我在希望他能赚钱啊，然后也祝福孙生好好正当做生意，不要被我抓到啊。对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我们就互抓互抓。徐耀生又来了，今天是很棒的一集，很特别的一集，因为我终于投资了，当当。哎呦，哦，请过，请过。因为就是我终于我开店了，翻起啊。感动吧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啊，我比较没有投资的勇气，比较没有商业脑袋，毅然决然投了我最爱的事业公仔，酷吧？玩具将军的分店，他们要开分店，我就说好，我要投。你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你会开店吗？还真没想过，我觉得是运气好吧，刚好跟玩具将军的师姐阿红他们人很好，然后认识很久。因为姚轩说投资最重要的是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那么笨，到时候你看我一忙起来，因为我平常都在表演嘛，我又不管事不管账，那我也遇到坏人，其实很可怕。就这样，这就是全然的相信，阿门，全然的相信主，哦是的，耶稣主，耶稣是的，哦是的，来了，绝对有梦想的店家来了，绝对的正义，看到没有？绝对的正义，绝对的有梦想。投资这家店花了多少？我从来没有汇过这么大的数目。那天阿红带我去那个银行，然后我有点像笨蛋，他们都觉得旁边那个人是来骗我钱的。他说：“确定是这个数目吗？那是要汇到这个账户吗？”对，人家那老人家亲眼看着那个，就是哇，我这样汇了一个比较大的数目，很 amazing， 不可思议。多感动！今天5月14号媒体日，思琪今天好漂亮，只有今天像人。思琪跟阿红啊，就是玩具将军的老板老板娘啊，阿红在里面被困在里面，他们让我感觉真的超对。这辈子我没想过我会投资，一开始会认识是艾瑞斯，可是在艾瑞斯来之前你就有来过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进去一下下而已、啊、是路过然后晃一晃，然后后来艾瑞斯来之后就吵着要来，个礼拜都来，就很吵这样子。没事来咯、啊、我来了，变好朋友啊。有一天突然他说，哎、欸，来开店。那我就说好啊，那算我一脚。那时候还只是开玩笑，就变这样，就变这样。蛮奇妙的。好了，等一下媒体联访了，要开始忙了。姚轩没送花，靠腰哎、欸，对吼、哦，搞事成功。喂，喂，你没送花啊你？为什么送花？因为开幕要送花。你看，餐酒馆开店你也没送花，饮料店你也没有啊。哦对哦，哦对吼、哦，好没事，那扯平了，那下次我们就互送罐头塔。对。我想不到哎、欸，吓到吧？你看，真的很正式来，怎么那么正式？我靠腰啊！就那粉丝委托的，白痴，我没带摄影机。抽一下，抽一下，赶快抽大奖！耶！今天孙生的玩具店玩具将军终于开幕了，我特别穿的好漂亮。好了，其实也还好。来祝贺孙生玩具店开幕成功！好，我只能讲，就是我是真的是碰巧度过。我爸今天开幕，但老讲有一面之缘啊，人家做生意啊，开幕，我在希望他能赚钱啊，然后也祝福孙生好好正当做生意，不要被我抓到啊。对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我们就互抓互抓。我没开，我做开酒店，你要抓我。监察院，我没一盘散，抓我们假酒。太感动了吧？不当渔民当刁民，当陈为民当周渔民。我在路边吃酸菜鱼，好香哦，超幸福。超幸福哎、欸！还是以后中秋节烤肉，我们就叫酸菜鱼，什么节日都酸菜鱼。我觉得再这样搞下去，我下一个入股的应该就是酸菜鱼。Oh my god， 太爽了啊！不是汤鸡喝的啦。哦。好
抽啊，一抽啊，整套新的，有没有？这里不是唐吉诃德，来的人都可以抽一抽，所有的老板们提供奖品，对不对？把小红带走，有多紧张？我看到了啦，哇，这西八月他中西，小红带走了，哇，喂，哇，哇。巴拉，大比，哎，这是第一个老板的特赏被带走的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，快走！你几岁啦你？对的，你超幼稚。太紧了啦！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好青春，好高中哦！我们邀请到电玩频道莱斯。莱斯，我想问你，平常有在逛公仔吗？很少哎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逛。我的公仔都是厂商提供的。刚才顺顺的店有看到什么你比较喜欢的公仔吗？哦，我刚看到几个咒术回战那几只，看起来很猛哎。那我们最后给顺顺这家店一个祝福，希望说现在一般赏大家都在大爆炸，然后希望顺顺这间店可以趁着这个大爆炸的缺口啊，一路长虹。我们邀请到很会唱歌的2000，对，你在这家店到底花了多少钱？3000块，给孙生这家店一个祝福，生生不息，生日快乐！哎、欸，好久不见啊，守卫。好久不见啊！你在这家店花了多少钱啊？零。关闭盔甲。帅，完美 ，perfect。I am 中山区 Iron Man。我觉得这里有可能的、欸，我觉得你有机会哦。Baby， 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我第一次抽一番赏，恭恭喜你！嘿，我们邀请到午间请的三位啊，丁九、小赖跟伟静，你们平常有在逛公仔吗？没有。以前有，以前有，以前有。但你应该比较常逛公仔。我以前玩很疯，就是买的很多东西。买很多具备，那我一定很想爱过。小时候有爱宝可梦的公仔。钢弹嘛，钢弹。宝可梦。我也是钢弹。那你们给孙生开店的一句祝福话？玩得开心，放宽心，赤子之心。我想问零九一个问题，因为你是开过公仔店的嘛？对对对。那你预计这间店什么时候会倒？哇，三月吧，明年三月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问一下问一下，不要生气。没有没有，叫他玩具薄利啊。哎呀，这个很开玩具店真的很辛苦啊，因为我自己也开过，所以就是希望就是主要我觉得这东西玩得开心了、啊，大家有兴趣的来这边逛一逛。很多玩具店都说，先生这是不归路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好，谢谢午间请的三位，谢谢刚刚你们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走到艾丽尔跟雨婷，欢迎你们。那你们平常有在逛公仔吗？都没有没有。那你们不会买一些盲盒吗，女生们？如果是可爱的，会想要抽抽看的。是很替孙生开心，恭喜你终于达到你的里程碑，终于当老板，他一定很开心。希望孙生多进一些 Hello Kitty。对，孙生，他说你店里没有 Hello Kitty。你好 ，Kitty。Hello Kitty。对啊 ，Hello Kitty。欢迎来到孙生新开的公仔玩具店。我叫林伟，我是曾云凡。那你们给孙生的公仔店一个祝福语。希望他的玩具店可以生意兴隆，玩具都卖光光。对，玩具都卖光光。那你们等一下要买光光啊？我已经买了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刚买，超可爱的，大家赶快来。大家可以来那个孙孙的公仔店，谢谢你们。买玩具哦、喔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支持他的店。我这一周真的把一年的社交能量全部耗尽。但蛮感动的，大家都有来，很多人都有来，然后蛮欣慰的，蛮窝心的，很不可思议吧？铁粉们，如果你是我的铁粉们，
记得一定要来哦，好吗？东山区啊，长安西路46号啊，期待你们来啊！这是一个大事情，一个大的发展。我现在又是艺人又是老板啦，哇啊啊啊啊！里程碑达成啊，蛮感动的。好，小兵今天分享喜欢当丁丁，我当老板啦，哈哈哈 ！See you， 王云将军，赞，拜拜。感谢大家的到来，从一个原本爱玩玩具的我变成开玩具店的我，我觉得这一切很不可思议，哇，很神奇，期待你们到来，玩具永远是最疗愈的，赞啊！